这么多武馆先打哪一家？哟，好，一，好，走。兄弟，交钱啊！拜师啊，也没事。谁是馆主啊？我乃馆主喽。我叫金山沼，久闻佛山是武术之乡，所以专程南下，想跟佛山的武师切磋武艺，交流心得。切磋武艺？对。 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